吃鱼代表着年年有余，所以在年夜饭上面非常受欢迎。吃鱼头给人的大脑发育非常的好。我们的鱼头是来自湖北丹江口水库的鱼头，没经过污染的鱼头，它不会腥，生长期一般都是3到4年以上，胶原蛋白非常的丰富。米饭配泰国的香米，用天然的矿泉水熬，两块蜡烛就把米饭包熟了。上桌的时候先吃鱼的肉，吃完了之后拿汤来泡米饭，米饭吃到口里很滑很嫩很黏嘴，让人吃了之后念念不忘。